贵重的经文里头回答把麦西回来的在他称下全世界的大众人佛了。而啥的生活给咱们应承的呢，他实打实就是那个把水里边圣人们造着而佛了，以撒亚圣人也造着而佛了，姑娘怀上呢生养个儿子呢，几个百年过了的以后他感情姑娘玛利亚生养下的儿撒的图示正好完成的了。经文佛的呢儿撒的奇怪的生养这是胡大大发下来的记号，这个娃娃是麦西，他是那个把谁胡大教的各家的儿子。前途儿撒干下的奇怪，人们把胡大的力量看见了，他把人的病往后你看了，扶着他们的姑娘孩了，给他们把往前通进的反常生活的路虎开的呢。他把各家的命就像古巴呢给一切的人族主义了，把无常征战败复活了。而撒麦西佛了，我有给命的在原拿命的权利呢。而撒的首富光不是把圣人们造这儿佛下的那个完成了，他还把贵重经文的真实认成了。经文佛的呢草干嚼的呢活儿粘嚼的呢，可是咱们胡大的话一那味儿剩下的呢。而撒各家佛的天在地面没有叫呢，可是我的话永存不灭。我要给咱们给一个满腹光阴日子，而撒到来了。人在埃及福园子里没听胡大话的时候，他把各家的路虎捡上了，人的干板把他到胡大跟前离开了。贵重的经文佛的呢一满干了古纳赫了，干哈古纳赫的人无常呢，这些话表佛的是人的精神的无常，他到胡大跟前反常离开呢。就这么咱们胡大把羊羔子为伊布拉欣的儿子举成古尔巴尼了，他把儿撒麦西也打发来了，叫他为咱们的古纳赫无常呢。他的首富无常在复活，把胡大在指望他的那些人的来往恢复上呢。这会儿给跟上儿撒走的那些人们光不是扶着他们的姑娘孩了，他们还在胡大的反常的颈椎上把命救下了。他们有了幸福了，在天堂呢他们连胡大一那味儿住呢。大王人们里头复活，儿撒给他的伙伴们说了，谁担任各家的错误得奔望他胡大扶着他们的姑娘孩呢。儿撒还说了，我要给他的伙伴们把真实看给得给他们把走出胡大走的路虎的力量给给他，把神灵打发下来呢。我要称下儿撒的伙伴，咱们要把他就像古尔巴尼一样，就像为咱们的姑娘孩给他的账一样接受下呢。祈祷胡大就把咱们打着进组成恁们家的，咱们家他想把咱们见，即使人们能称下儿撒麦西的伙伴们，他们连随便的祈祷能奔望到他跟前。但怕这会儿你们能把各家的束缚给胡大开开，但真正的那会儿你们在各家的心里连真正的祈祷能奔望他。我的胡大呀，你是贵重的带伟大的，为你的心内我给你道谢的呢。我后悔的呢，因此是把你的吩咐打掉了，反对你了。我给你道谢的呢，因此是你把儿撒打发来，叫他为我的姑娘孩就像古尔巴尼一样无常了，以后大王人们里头复活了。我把儿撒就像我的掌柜的在大救人接受你。我给你道谢的呢，你扶着我的姑娘孩了，把连你反常的生活给你了，把你的神灵给我打发下来，给我交给咱们家找出你的路虎走呢。咱们家你想见我，叫你的名字在一切地面上称下有名的，阿明。而撒他的虎伴墓里边佛列，我的羊听见我的神奇的呢，我知道他们呢，他们跟上我走的呢。我要把儿撒许下的满腹光阴兑现一下，
他的后半部起头的时候让他来望的你，把他的话在贵重经文里头念的你。他们把尔萨给丹陵人母佛的你，让西奈尔萨的再跟上他走的人母遇面的你。他们翻唱把尔萨往大大跟前回的时候给他的今后的许愿记的你，在天上在地面上给我把一切的权利给你的你。比年完结之前，我俩你们俗称生到一段的你。